唱到天黑。既然儿媳我对老师产生了暧昧呀，似他一我把我追，师生恋呐快叫鬼呀，我这个姐的挺吃亏呀，一咬牙一跺脚，你追个这么高呢？是。哎呀，快点走啊！等一会儿。初次去见丈母娘，我这心里有点慌。慌啥呀？怕你妈嫌我长得老呗。你不老，你才35。可大伙都说我像53。那才不对呢，你是帅哥。耶！就是名儿起的有点老，还李叔。你咋不叫李大爷呢？我叫李大爷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我是姓李的李，书本的书，李叔。哎，你这名跟我妈的名有一拼。你妈叫啥名来的？我妈叫马姨。哈哈哈哈哈！叫啥呀？我们俩平辈儿。切，人家我妈是心旷神怡的姨。哎，听说你妈性格挺雷人的是不？相不中，一脚就踹出门。我还是回去吧。回来！大伙看见笑话。快走！快走！我这心里头也长草了，守寡多年的老家贼也要寻找那耐情鸟了。这不是吗？姑娘让我先改嫁，我让姑娘先出嫁，姑娘说等我改嫁了她再出嫁，我说等姑娘出嫁了我再改嫁，她让我改嫁，我让她出嫁，出嫁改嫁，改嫁出嫁，这还向着嘞。妈，哎，快走快走。亚薇，妈，我把人给你领回来了，你快看看，这是李叔，这是我妈。你好。哎，谁呀？李叔啊。李叔啊，干啥的？农业技术员，教授，王老师。死丫头，冒冒失失的还把人领回来了。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姑娘真知道心疼妈呀，还把老伴儿给我领回了家呢。我这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，我烦人。先说吧。啊，马姨呀，整的还挺浪漫。哎，他咋知道我叫啥名呢？我告诉他的。
你身体挺好的。好，我是身体棒，体力之，又能睡又能吃，有爱好有活力，人家都说我是青春第二期。那叫第二青春期。一样。一样啥呀？现在农活不忙啊？不忙，现在都是科学种田，机械化作业，几天就忙完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一天把我闲的都快把我闲出干啥呀，差点给我做卡碟了。你好你农闲时候没干点啥呀？唱歌跳舞扭秧歌。啊，会扭秧歌。哎呦，秧歌扭的还浪呢。啊，看我给你扭两下子。哎，扫啦扫啦咪啦咪，发啦发啦西啦。啊，素质。好。啊，就是那些小老头儿，一看见我唱歌跳舞扭秧歌，那家都呱呱呱给我鼓掌，全是我粉丝子、钢丝子，还有一大堆屌丝子。你哎，你找找，你找，你找，哎呀，都是丝子辈的。嗯，妈，那人家都问你了，你也得问问人家呀，好好说。农业技术员呢？嗯呐，研究种子的。啊。嗯。呀妈呀，可别把我当成试验田了我。研究土豆子的。啊，你看你脸上的大麻风眼子。哎呀妈，有五十啊。怎么的，我说少了？那你今天53。我说呢，长得多扫兴。是，大伙都说我长得还年轻呢。是离异的还是丧偶啊？妈，人家还没结婚呢。没结婚。有病吧？有啥病啊？那没病，那么大岁还不结婚，他那是干啥呢？那是啊，人家忙于工作。哎呀我的妈呀。听说他没结过婚呐、啊，心里一突突，打碎的毛蛋，妈呀，我咋还摊上个二厨？看阿姨神神秘秘，表情丰富啊，啊，不知道是佛是祸，我心里犯嘀咕啊。妈妈她今天的表现挺个。心靠近他呀，步步深入啊，要为他还不知进退，他还咋来咋呼。你说是他不出，我再进行下一步，情急下冲着呀，为把眼睛直眨。你妈也太雷人了，这是。你去买盒烟去，快溜达，妈求你了哦！啊，他不抽烟。你看这死丫头不开窍，非得在这嘎达当电灯泡。妈，你觉得李叔咋样？相没相中？嗯，你去问他去呗。妈，你今天这是咋的了？你看你拧扯那样，你就像个老疯子。也不怕人家笑话。李教授，你对今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打算？姨叫马姨，叫一个字有点早。马姨、哎、你就放心吧，嗯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我不光让你们多打粮食，还要教会你们科学技术。好的，你看
亚薇跟我学习技术已经三年了，这三年呢他非常聪明，一教就会，这三年就是手把手教。李教授，我给你提点建议，往后在教学方面是否可以改进一下，不要手把手的教，口传心授即可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娘俩的基本情况呢你已经门清了，而且呢你也是我的心动男生了，这不还给你留着灯呢吗？那啥玩意儿你到底啥意思，你得好好地表一表，最好是非诚勿扰。好好说，我说啥呀？哎呀，你好好说。马姨，我今天既然来相亲，就已经想好婚事一定白头偕老。一配对成功。亚薇呀，做饭去。妈你去。你快去。你去。你快去。要说你这孩子你都成不懂事了。我去。哟，还会做饭呢。二级厨师。哎呀。你这小玩意儿，你说他多折磨人，你说。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是我的菜。走了咪了咪火火火火。妈你今天咋这么高兴呢？亚薇呀，咱娘俩不都商量好了吗？让你先找吗？是啊，是我先找的呀。那你先找的咋还把你李叔给妈领家来了呢？我亚薇呀，你李叔他是啥意思呢？往后是想让妈上汤家去还是汤上咱家来呢？要是住楼的话妈可有点不习惯呢。不是妈你去干啥去啊？那要去也是我去啊。你看你挺大个姑娘一个师生之间，你老往你家跑嘚瑟啥玩意儿啊？啥师生啊，他是我对象。啥？我对象。不是那你不管那叫李叔吗？他叫李叔，书本的书。哦，原来你把他当成我滚犊子！哎呀妈呀，这是啥事儿？马姨，马姨，妈，马姨，饭做好了。我们有事儿要和您商量。还商量啥呀？你还要不要妈活了？妈，你今天这是咋的了？跟未来的姑娘谈了半天恋爱，你说我咋的了？妈，我要和李叔登记结婚。他都53了，你跟他登记结婚，孩子，你缺少父爱呀！那我们俩年龄掰的掰的，要说我们俩登开，嗨，这还登不开了，这还。哎呀，妈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李叔他今年才35，就是长得成熟点。哎呀妈呀，那还点儿呢，简直都熟透了。那你到底同不同意啊？户口本在后屋呢，你自个儿拿去。